听众们好，我是李南央，为大家播放南央讲故事。这个节目每周日播出，每次大约15分钟。在节目中，我为大家朗诵自己的作品。今天是2019年3月10日，是这个节目的第42期。请听，记住那些历史，写在李瑞日记出版发行之时。迄今为止，我和我的先生已经整理出了3部父亲李瑞保存下的史料。第一部是《父母昨日书》，李瑞范元贞1938年到1966年通信日记集，80余万字，是在2002年的4月开始着手整理的，2004年的12月底自费印刷了1000册。大陆民间出版家丁东先生那是预计，此书的散发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果印出近3个月，只余下为数不多的几册在手中。一年，2005年的秋季，整理出第二部《云天孤雁待春还》，李瑞1975到1979年家信集，大约20余万字。因为上一部书的散发全仰赖朋友们无私的援助和无谓的分险担待。这部书实在不能再麻烦于他们，而且国内的言论环境已紧缩多了，民间散发更为不易，因此决定这部书采取公开发行的方式，结果是十分的艰难，真是一波三折，一共签了3次合同，使得印行。第一个合同是和大陆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5年10月签订的，他们出于市场的考虑，将书名改为《李瑞家书1975到1979》，说这样更有卖点。我当时就觉得这样一改就十分敏感了，因为父亲李瑞的名字是列在中宣部内部掌控的禁书作者名单内的。合同规定的出书期限到了，我的担忧成为事实。2006年3月，出版社通知我，此书没有通过中共省一级宣传部的审查，合同作废。经朋友联络，又与香港的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在2006年4月签了出书合同。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有邓小平生前一国两制承诺下的自由言论空间，虽然书价会让大陆的很多读书人感到昂贵，但也差强人意了。这个泰德的老板还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从我手中借取了10000元人民币。我以为书终于能够出版了，岂料出书一拖再拖，整整拖了1年。在得知该老板与另一位比我签约晚了几个月的朋友手中拿到了80000元借款后，将他的书草草出版，防止遭遇了骗局。这位拿着美国护照的香港老板，是个借着国内知识分子被囚在铁屋中的困境，骗得他们欲高声呐喊的赤子之心而黑心捞钱的文化骗子。我这才下了决心，2007年的2月14日，在泰德逾期合同规定出版日半年后终止了那份出版合同，转而与美国的西流出版社在2月24日签订了出版合约。4月13日是我父亲的90大寿，出版社竟然真的就在大寿的当日将该书印出发行。这本在美国用小批量技术印刷发行的书的价格10倍于在大陆发行的同样字数的书籍，但是出版社告诉我，这本书是他们创办以来发行的最好的一本书。今年2008年，第三部共3册含1947年到1979年的近90余万字的李瑞日记，于4月8日与西流出版社再次签约。6月底，他们就将全部3册印出，并用快递寄到了我家。我寄托一日去大陆出差的亲戚，往国内带了第一套李瑞日记。这套书在上海海关被扣留审查。之后的故事已在网上广为流传了，8月份的征名也登了我的短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和先生都有工作，且都是技术性的职业，
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方可免去被我们所在的大学近年来一次又一次的解雇浪潮所冲走。这三部史料近200万字，原件很多已纸页破损，字迹模糊，日期年代的判定也很不容易。出版这三部书确实花去了我们大部分的工余时间，若没有对这些文字史料价值的自信和在整理中被这些文字深深的吸引，是难以坚持到最后成书的。近年来回大陆，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处不在的似曾相识的浮躁和躁动。看了奥运火炬在全球传播的新闻，看到那些在异国土地上激情高扬的青年们狂热挥舞的将他国的天空染成一片鲜红的五星红旗，我明白了，那是与文革期间的我们一脉相承的被当权者激发起的浅薄而无知的主义疯狂。只不过现在的青年们不再信仰革命，他们打出的旗帜上写着爱国二字，但是那种在别人的国土上以拳脚相加的爱国主义所显现出的实质，和文革中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我们血中流淌着的毒汁没有任何的不同。40年的时光过去了，中国青年的精神境界怎么还停留在那愚昧的文革时代呢？父亲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的全言中说，有了丰富可信的史料，才有科学的历史研究，才能如实地揭示前人为什么遭受挫折，为什么能够前进，从而使后人今人和后人有所借鉴，有所区别。是啊，如果不是共产党在1949年的10月画出一条界限，把那以前的大多数文字打入另册，我们这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祖国花朵是可以看到前人走过的脚印，了解一个延续的历史的。如此不知别人怎样，我想我自己会有所借鉴，有所区别，是不会将一腔宝贵的青春的热血和活力抛洒给荒谬的。父亲李锐的家信日记至今不能在大陆出版，甚至在境外出版后进入大陆都障碍重重，这正是共产党至今不肯改变从他们执掌政权的那一天起就实施的封杀历史的执政法规的明证。一个惧怕历史的政党怎么可能代表了人类前进的方向呢？一个执政党紧紧地蒙住他所统治的人民的眼睛，将他们的视野遮罩在眼前利益的区域，除了说明他们的统治是违反人类历史进程的，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这只能让人们认为他们将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党吹捧成中国人民唯一的救星，唯一的领导一切的力量的历史教科书是用谎言编织而成的。正因为如此，揭示共产党历史的真实在当今的中国有着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它能照出今日的一切虚假，一切反动，使当今的中国人抛弃我们曾经有过的糟粕，曾经有过的耻辱，曾经有过的荒谬，走上一条健康的人性的理性的发展道路。否则中华民族的后代被掺入有毒化学制品的毒奶粉毒奶通通濡养成痴呆弱智者，不是危言耸听之言。朱正说，李锐是一位历史人物，从129运动中武汉的学生领袖到一个职业革命家，从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到抢救运动中保安处的囚徒，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发电事业的奠基人到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从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到彭荒漳州反党集团中受处分最重的成员，
在秦城监狱囚禁8年之后，又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89年风波之后，又几乎被开除党籍。他这几十年间的行藏用舍、荣辱生辰，无不与这一段历史息息相关。开始是受到时代潮流的推动，自觉地投身于历史运动之中，后来确实也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一点影响的了。他的生平可说是一页历史的缩影。大概再没有别的文字能够如此提要勾写地概括出李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留存下的文字的价值了。我的父亲李锐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没有人性，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遭受的掠夺和剥削最深，是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受到摧残最为无情的年代。因此他保留下的这些文字虽然不会句句都有价值，但是有心人是可以在那里掏出历史的真金的。一位国内的朋友说，你和你先生八体中勉为其难忍辱负重完成此书，我要再次用功德无量以示敬佩。我不敢接受功德无量的赞誉，但是美国、香港和国内都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读者来信要这些书，只要有人读，就会有人记住那些历史，就会流传下去。我和先生知足了。2008年9月21日，这篇文章呢是写于11年前，今天读来仍然可以一字不改的用于中国的现状，真是令人唏嘘浩叹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收听，咱们下周日再见。